大家好，我是荣安，欢迎来到月瑜伽。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套针对腹部核心力量的瑜伽练习。这套练习主要是一套力量型的练习，力量瑜伽 Power Yoga。 那眼下非常流行的流瑜伽，其实它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力量瑜伽。力量瑜伽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信、意志力、耐力，还有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以及身体的灵活度，帮助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。不管你是产后塑形，或者是想要改善自己的腹部线条，这套练习都非常适合你。多话不说，让我们来一起挑战马甲线吧。首先我们来到婴儿式，双臂延展向前，臀部坐落于脚后跟之上，在这里进行调息，深深的吸气，长长的吐气，进行5到8组深长的呼吸，为接下来的练习做好准备。好，慢慢推起身体。我们首先来到四脚板凳式，双手与肩同宽，腿部打开与胯同宽，猫伸展式，慢慢的吸气，塌腰抬头，呼气，拱背，根据我们各自的呼吸频率，唤醒我们的脊柱。好，我们伸展出右腿向后，左臂跟上，左肘去找右膝，5到8组。这个动作可以很快的让我们热身。好，可以的话，左手去抓住我们的右脚，尽量抬高右腿大腿面。保持一下。好，松手。换另一侧。左腿右臂同时抬起，相触，打开，呼气收回，吸气延展。另一边右手去抓住我们的左脚，撤回，在这里我们扭动我们的髋关节，双脚点地，准备推起。我们来到第一个下犬，观察我们的身体，身体的状态每天有所不同，今天它能达到最佳的状态吗？双脚收回。好，在这里我们抱肘，继续拉伸。左右两侧轻柔的摇摆。好，慢慢拱背，直立收回，双手高举过头顶。好，吸气，远远的落下。
指尖点地抬头，准备撤双腿 Chaturanga， 推起来到上拳，下拳，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屈膝，继续活动我们的双腿大腿后侧，依次屈双膝，有意识的去激活我们肌肉的力量，再次收回，吸气，双臂高举过头顶，落回胸前，再一组，呼气远远落下，吸气指尖点地看前方，呼气撤脚 Chaturanga 上拳。好，可以的话尝试着抬高右腿，左腿推起，回到下拳，好，右手去抓住我们的右脚脚踝，激活我们单臂的力量，换另一边，左手抓左脚踝，好，吸气抬高右腿，好，以最慢的速度屈右膝，感觉膝盖要抵住我们的下巴，再轻轻地放落于双手之间，延展背部看前方，直立推起来到战士一式，双臂高举，后腿蹬直，根基稳定，退回 Chaturanga，抬左腿，吸气，收紧腹部，控制住，左膝慢慢的落到双手之间，吸气，提起，来到战士一式，你可以有意识的再把胯部下沉一些，好 Chaturanga， 回到下拳，调整呼吸，依次收回双脚，延展前屈，双手高举起，落回到胸前，好，准备吸气来到换椅，扭转来到我们的右侧，双手掌心相对，尽量把臀部可以放低，要加强的话，我们尝试让左手掌触地，右手指向天花板方向，注意收紧腹部，另一边，可以的话抬起我们的左手，收回，撤双脚 Chaturanga， 抬起右腿，屈膝打开，身体转向我们的
右侧。好，轻轻落座，准备好推起来到狂野式，尽可能的把我们的胯部向上顶。慢慢的转回，维尼亚萨，左腿起，屈膝打开，转向左侧，稳定住你的体式，左腿落于身后。落地，再送起，慢慢的转回 ，Vinyasa 推起，一个串联，从 Chaturanga 到上拳，再到下拳。好，收回双脚，我们再次来到换椅，收紧腹部，双手落回胸前，调整呼吸，双臂高举起，呼气落下，吸气延展，呼气一次撤回双脚，撤得完吧。好，推起右腿，再次落回于双手之间，展示一式。双手落回于胸前，准备抬起我们的左腿，进入展示三式。如果有困难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微屈左膝，目视地面前方一点。好，右手慢慢落地，稳定好以后，尝试着打开我们的左手天花板方向，半月式。左脚再次落回，回到战士二式。反转的战士向后打开，收回 Vinyasa。临侧，左腿高高抬起，屈膝控制，再轻轻的放落，提起上半身，双臂高举，你可以下沉更多，加深体式，吸气提起右腿。延展打开，进入另一侧的半月。右侧的胯部应该是感到松弛，比较舒适。好，左脚勾脚落地，展示二，向后反转，保持呼吸，不要憋气。
好，在这里我们双脚内勾，保持大大分开的距离，直面朝前，吸气延展，呼气上半身远远的落下。你可以选择双手相扣，头顶可以的话去找地面的方向。保持呼吸，好，慢慢收回以后，你可以尝试着通过我们的双臂带动上半身左右，在最大范围内得到延展拉伸。好，接下来尝试着将我们的双脚尖向外打开，呼气，双腿屈膝向下坐，双手呈智慧手印，可以的话抬起脚后跟女神式，激活我们的臀大肌以及大腿的肌肉。我们落回于垫子上，婴儿式放松。好，慢慢推起身体，我们来到肘板，控制，注意我们的背部成一条直线。好，我们现在进入肘板与平板的动态转换中，看看你能坚持几个回合。有效激活我们整个腹部核心力量区域的肌肉。好，如果有困难的话，那么另一个版本是我们屈膝点地，双脚相扣，上半身的动作不变。回到平板，再推回身体，继续放松。腹部此时应该会有比较强烈的酸痛感，你需要婴儿式来放松一下。好，再次推起身体来到下犬，屈腿坐下，进入下一组。好，船式，那么低位船式落下，再收起，注意背部不要触地，双腿也不要触地。吸气，收起，呼气，落下，坚持。最后三组，好，双手抱膝，延展脊柱，呼气低头。再次让我们的腹部休息一下。
好，我们继续，双手交扣放于脑后，交替手肘找另一侧的膝盖，尽量可以按照自己的频率来完成它，10到20组。好，完成以后再次回到直腿的船式，慢慢的躺落于垫子上，稍事休息。屈腿，脚后跟尽量贴近我们的臀部，我们准备进入桥式，吸气，顶送起我们的腹部向上，双腿的内侧有意识的去收紧，提起我们的臀大肌，眼睛看向我们的肋骨，呼气慢慢落下，吸气，再一次，呼气，放松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挑战轮式，如果你是初学瑜伽，那我建议你落在目前图示头顶触地的位置即可。如果你已经可以比较轻松的推起来到一个完整的轮式，那么尝试着让我们的双脚尽量收紧靠近双手，你可以垫起脚后跟，加强延展，感受到我们胸腔的打开，落回，屈膝环抱，左右摇摆。好，我们来到快乐婴儿式，放松腰背，取左膝拉近胸前，吸气，鼻尖去找我们的左膝，呼气落下，可以的话伸直我们的左腿，再一次吸气，额头去找小腿胫骨，呼气，右手带动我们的左膝，转动到身体的右侧，打开左手，眼睛看向我们的左侧，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让我们的腹部慢慢的松弛下来，另一边去右膝来到胸前，吸气，卷腹起，伸直右腿，
通过右手尽量的拉近我们右腿与额头的距离。好，带动我们的右腿去到左边。好，双手掌心触地，插到我们臀部的下方，尽量的挺起我们的胸腔，进入鱼式，下巴指向天花板的方向，头顶点地。如果你要加强腹部练习的话，双腿伸直，抬离地面。呼气，落回。好，屈双膝，再次来到胸前。好，在这里尝试着通过惯性的力量，吸气收起，呼气的时候落下双脚尖，在我们的头顶上方点地，通过腹部的力量去控制我们身体的走向。好，最后一次点地的时候，双手尝试去抓住我们的脚踝。眼睛看向我们起伏的腹部。双臂高举过头顶，掌心向上，在这里开始再次启动我们的腹肌，去控制我们双腿慢慢的下落。最慢的速度，双腿伸直，来到70度的方向。每一次呼吸，让它轻轻的下落一点，越慢越好，越少越好。尤其来到30度位置的时候，锻炼到我们的下腹部。双腿离地越近，你可能感到会越吃力，坚持一下。最后让我们的双脚后跟缓慢的轻柔的落地，我们做到了，完成了一节高训练量的瑜伽练习，祝贺你。现在你所需要做的，大大的分开我们的手脚，进入瑜伽放松术。什么也不用想，什么也不用做，让身体完全的安静下来，包括你的大脑。通过瑜伽放松术，为我们的身体注入崭新的能量。保持均匀的腹式呼吸，把你的身体完全交给地面。
在放松的过程中，让我们刚才启动激活的肌肉再次变得柔软松弛。好，经过有效的放松，你的身体已经充满了崭新的能量，感到自己焕然一新。慢慢的转到我们身体的右侧，稍事休息，再慢慢推起身体。来到简易坐姿，好，双手相扣，把你的右手拉到我们的左侧，脖子倒向左肩。换另一侧，双手高举起，落回胸前。很开心能与你们分享练习。 Namaste。